嗨，小朋友们好，停课不停学，成长不延期，欢迎小朋友们和我一起来学习中文。那今天是2020年12月10日，星期四。小朋友们好呀，你们一定要好，老师好，老师很好哟，老师有想你们，你们有想老师吗？那我们之前呢一起学习了声母啊，老师忘记写了声母啊， b p m f d t n， 记住啊， n l。 那我们今天学习歌，跟老师一起啊，歌科，歌歌歌，科科科啊，我们在家里要练习哦，不可以光玩哦。那这个歌怎么写呢？我们先写个这个啊，然后再写个这个歌。科怎么写呢？先写个一，再写个这个。如果你在家里呀有时间，你高兴呢可以练习一下歌科怎么写的啊，老师今天有告诉你哟。那我们再练习一下啊， b p m f d t n l g k， 记住今天这是 tengai ni 啊，今天学习的啊，歌科你学会了吗？啊，如果没有学会啊，那叫我们的爸爸妈妈告诉我们啊，怎么读歌科，怎么写，先写个这，然后再写个这，这个啊，先写个一，再写个这。那我们之前呢有学习过这点横竖撇捺提横折竖钩，你们还记得吗？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啊，看看这个怎么写呢。点，跟我一起来 follow me， 横，你忘记没有呀？竖，撇，捺，提，横折，竖钩，还记得这些吗？我们之前都有练过哟。那我们今天的作业啊，我怕你们看不见，我们今天的作业看得见吗？这个啊，在这里写二，这一整面要到底里写二啊，二。小朋友一定要记住啊，这个二是怎么写呢？记住了没有呀？先写这个啊，再写这个，我们要把这一面全部写完啊，写一直到底里。OK， 啊，我们的小朋友是最棒的哟。好了，小朋友们在家要乖乖的哟，要记得勤洗手、勤洗脸、多喝水。如果要出门，记得戴口罩哦。好的，今天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吧，谢谢小朋友们，再见。